人吴康仁近期签约内地经纪公司，引发舆论关注。有网友爆料，吴康仁曾参与太阳花运动，质疑其立场有问题。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？谢谢。我们一贯鼓励支持和加强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。对于台湾同胞，包括青年、基层民众、艺人等等，如果以前对两岸关系有过模糊认识，说过错话，做过错事，只要能与台独划清界限，认同一个中国原则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，愿意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愿意来大陆交流，来大陆发展，我们都欢迎，并将为努力为他们发展好、圆梦想提供舞台，加大支持。